石头，石头，哎，爹，你回来几天了？今天是第九天了。哦，那部队上给了你几天假呀？问你话呢。给俺了十天。十天。哎，石头，从咱这儿到你部队，咋说也得一天一夜的车，你还不赶快的回部队，还等啥呢？爹，我们刚做完手术，俺想跟部队申请一下，再延长给俺几天假。净瞎扯！哦，你爹要是住上一年的院，那你还一年不回部队啊？啊？石头，爹清楚你心里是咋想的，啊？可是爹告诉你，你要是为了爹的病耽误了部队上的事儿，没门儿。石头，说实话，爹呀，这几天躺在病床上，也想了挺多的事儿，啊，唉，原先呢，爹对你呀，要求的太严了，尤其是在当兵的这个事儿上，按照你妹子说的话呢，就是，爹呀。给你造成了挺大的精神压力。没有，别怪爹啊。现在啊，爹也想开了，你往后要是有时间能得了假期，你就回来看看爹。家里的其他事儿的不用你操心，有你妹妹照顾我。等过两年你妹妹要是出嫁了，还有街里街坊庄里乡亲的照顾爹呢，你呀就在部队上安心当你的兵。只要部队需要你，你就不能自己提出退伍回家的事儿，记住没？等哪一天呀，部队上不需要你了，你就回家，爹不会怪你。看看看看，堂堂七尺男子汉，咋还哭天抹泪的？啊！听爹的话，擦干眼泪，站起来，转回身去，走路啪啪啪的，回部队，不能吵架，啊！爹，您快过生日了，儿子。儿子给你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当兵的咋还兴这个？啊，还要给爹送啥生日礼物？不用，不用。哎呦，有这份心就行了。是俺哥在部队立了功，部队啊奖给他的军功章。军功章是你得的？哎呀，你咋不早说呢？快给俺看看。哟，爹，您刚做完手术，医生交代不能让你太激动，所以俺就没敢告诉你。好，这是俺儿子得的军功章。哎，好，好。好看吗？好看着嘞。爹，让俺给你戴上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是人家部队上奖励你的军功章，你给爹戴上，那算咋回事啊？爹，要不是您从小管着俺，教育俺，
根本就当不上兵，更得不上这枚军功章。所以这枚军功章有您一大半的功劳。臭小子，到底是部队上教育人，哎，会说话了。爹，我给你戴上。来，等等。天上看见了吧，看见了吧，儿子立了功，得了军功章，他是国家的功臣了。爹，这是干啥呀？爹，啊，爹啊，想起你娘来了，还想让你娘也高兴高兴。爹，你别哭了。啊，石头，这枚军功章的爹呀，就不带了。爹呀，要看着你再得更多更多的军功章，等爹70大寿的时候，沾你的光，爹把它全带上，行不？爹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干，俺会得更多更多的军功章。到那时候，我就把你的胸脯全给你挂满了。好，好。哎呀，好，爹等着你得更多更多的军功章。好，来，石头，听爹的话，回部队。啊，走。俺走了以后，好好照顾咱爹。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的。爹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哎，儿子归队了。哎。回部队。